各位校园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我合作林丽阳。这是我家己的经历啦，吼，伫国内甲国外一堆经历，吼。为什么呢？我本来是妇产科医生，尾啊吼做这个美容整形外科，我去美国学的整形，即摆我嘛要伫咧高雄伫工作整形，但是我妇产科吼，妇产科着爱接生，着爱搁开刀，这个整形嘛是开刀，所以伤忝嘛吼，所以有一摆伫这个迄、那个手术甲缝甲缝合手术，我家己倒落去。家己倒落去，倒国外话，甲马照进同款。我鼻较好运吼，我倒转来。但是食药啊，迄几年啊吼，拢心电图拢无正常。我血压吼，曾经悬到202，下较103，足悬吼。迄久吼，家己惊着啦吼，因为呐，我开药啊，互患者三个月来摕一摆药啊，我都戆戆啊摕嘛吼。你戆戆啊来摕药，戆戆啊开予你，拢无去想后壁个代志，只是讲我安尼甲你控制，过遐甲你控制。以前讲105，下骹90开始食药啊，安尼控制袂使咧吼。为甚物袂使？就是后壁因为高血压吼，会产生问题，即个并发症啊吼，一直拢会发生嘛。所以呢，阮医生就讲，医界就讲，咱来提早控制，看是毋是较好。所以就变作降到80-90开始食药啊。哎，叫我安尼控制，佫袂使。所以即马变作103。下到85就开始吃药啊，对不对？才有人高血压吃药的无？有高血压有嘛吼？高血压下骹较悬啦吼。OK， 迄个糖尿病同款，以前讲102，病情莫超过102，尾后讲袂使超过101，即摆讲袂使超过100吼。咱看，这个标准一直吼一直下降。个胆固醇有无？以前胆固醇的迄个标准是205，尾后降到200。202，即摆是200吼，有无？为什么一直降低？为什么一直降低？控制袂来，怎降低嘛？对毋对？吼！我即摆甲各位报告就是讲吼，我用另外一种方法，什么方法？一间厝已经安尼里里口口歹歹去啊，足臭的，一个医生就甲我讲，有一个吼，就甲我讲，哦，遐尼臭，我甲全芳水，即摆即个厝芳芳。我就继续搁住落去。有一天，有一人较认真，为外口入来，目睭八金看过，唔对，你这间厝吼，四个拢歹去啊，吼，有漏水啦，吼，有死鸟死啊，伫遐啦，是壁癌一堆，所以讲这间你要搁继续住落去，你就爱去整修嘛，去装潢嘛，对唔对？你装潢的时阵，是唔是要足济无同款的工人，对唔对？你袂使干那找一个油擦擦擦的就好。唔是嘛吼，你啊规个歹的拆掉，搁装新的，对不对？吼，你啊足侪无同款的工人，对不对？木工啦、涂水工、水电工吼，地板的啦吼，天花板，足侪无同款的工人，用足侪无同款的材料，用足侪方法来把这间厝整理好，吼、咱破病、慢性病，像我血压无关起来，心脏有歹去，这是我的心中的细胞出问题啊，血经硬化去啊，我靠一贴药要好，咱其实咱的破病是已经咱的细胞歹去，到细胞已经挡袂掉啊，伊给你化救我啦，讲主人啊，救我救救的，我艰苦啊，所以伊艰苦，你就艰苦，你伊在艰苦，像囡仔在哭，你就用安尼嘴皮给伸落去，叫讲你卖哭。无听到医好，你就叫是好啊。咱即摆治疗是毋是就是同款用安尼，就用一个药啊，甲你滴落去，你就感觉你叫是好啊。疼嘛是嘛吼，嘛止疼。佫就是讲，咱即个细胞比咱一间厝，伊有加偌复杂，对毋对？你即个细胞遐尼复杂，你是毋是要用种足侪方法、足侪材料来甲伊修理好？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安尼观念，所以吼，我去国外吼，国内国外现代的古典的学一大堆物件啊。所以即摆我摕着自然医学的博士，我差一点啊吼，差一点去美国去迄个东方医学迄个医学大学吼，差一点啊博士中医博士也要甲摕，要摕着我准备转来台湾。尾后我已经吼，我爱做这个整合性的抗。
抗老化吼，已经需要的遮个迄个材料有够，我都转来。啊，我即马甲各位报告，就是我即马无食药啊吼。第一，我无食药，心电图正常。啊，第二个，我无食药啊，我血压大概101-102，下骹70-80，吼，真正常啊吼。就是讲吼，恁说咱真正咱的病啊吼，你得食药啊控制。迄根本拢是治标，无治本，对唔对？哎，啊，即摆吼，因为我家己好去，我帮忙我真侪患者好去，所以我今仔怎个吼来，甲各位讲即个题目，咱卖破病好不好？好啊哈，啊，若破病嘛，真容易会好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咱来看哈，咱要安怎哈，会当讲啊，达成安尼咱的愿望，好来。OK， 那一般啦，患病拢想要找好药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拢找好药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麦吼，感冒，咱看，咱去病医吃药啊，医生会开什么药啊？你譬如感冒，吼、哦，啊，患者来给我看，啊，我要开药的时阵，你发烧，我唔是是唔是给你开退烧药啊？疼，给你止疼嘛，吼、哦，都话讲来，吼、哦，对不？啊，扫，给你止扫，漏塞就给你止漏，各位。您听起来，这药啊，拢是什么药啊？拢治标的，对不对？拢治标嘛，吼、哦。但是有的少年啊，讲啊，我感冒，啊，就小可发烧，头壳疼疼，啊，小可烧烧，不管你呀、啊，有好去无？有嘛，吼、哦。嘿，咱手吼挂一空，啊，你若卖插伊，伊会好无？哎，啊、哦，啊，但是咱有当啊挂较大空爱天啦，吼、哦。为什么爱天？天就是个天气，大概要一礼拜透山也好啊嘛吼。啊，你若卖天遐尼大空哦，等你慢慢啊好，无定一两个月才好。吼、哦，啊，佫慢慢啊好吼，伊嘛会好啊吼。哎、哦，疤、啊、较大，所以咱个天气就是第一个疤较看较袂着，啊，第二个伊个好较紧。但是你若卖插伊嘛好啊，是毋是？古早时代无迄个天的迄个功夫的时阵，因的空气嘛较好吼、哦，是毋是？哦，啊，咱真正所有的药啊，中间呐，哈，实际上这个药啊，拢是啥？拢在减轻咱的痛苦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、哦，疼，让你较卖疼嘛。哦，啊，那像高血压，然后降血压，迄药啊是安怎呢？血压高，因为血紧硬起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伊无弹性嘛。哦，啊，我若讲啊，你出紧张的时候，我需要较大量的迄个血来用，哈、哦，迄个时阵血较大降。啊，较大降啊，伊无弹性啊，所以压力就增悬起来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咱个人生活，我药啊吃落去，啊，伊这个血筋啊，吼、哦，哎，可以扩张嘛，吼、哦，会困垮起来。本来是安尼，诶，血筋顶顶，啊，我即摆药改吃，就困垮，啊，这血流就较慢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你即摆血啊流起来就正常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正常的时阵就足欢喜啊！吼、哦，我逐个月食，三个月去摕一摆药啊食，我食几啊年啊，血压拢控制甲足好势，啊，足欢喜的吼。前几个月有一个患者来甲我看，要来提高血压的药啊。伊讲医生，我看到报告，吼、哦，讲这个因为高血压死亡的吼，即、哦、摆是第九名了吼、哦。咱十大死亡原因中间第九名。因为高血压死亡的人中间的三分之二是长期在吃药啊，所以不是讲吃药就无代志啊嘛，对不对？叫我吃一年两年的药，我病会好，我无需要搁吃药啊，我甘愿无？各位甘愿无？甘愿嘛？可是无啊，无法度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啊，咱这个血筋的这个硬化，我血压一个牛啊，我血压真正常，我足欢喜的。可是，咱阁换一个方向来去想，这个血筋的硬化是一年比一年较硬，还是一年比一年较有弹性？较硬嘛。所以为什么讲你迄个药在吃，可是你并无好啊，对不对？并无好啊，哈，还迄个病愈来愈严重嘛，哈，好，啊，咱来看卖哈，好，所以伊是咱治疗病的助手啦。药啊，只是助手。啊，所谓药啊，中间真正有在治病，唯一的只有抗生素。像咱迄空气呐，卖发炎，啊、哦，无细菌感染，迄空气卖插伊一定会好。可是伊呐，一旦有发炎，就可能就较麻烦了哈、哦，时间来拖，哈、哦，
OK， 那所以呢，真正在治病就是抗生素。可是呢，抗生素袂使乌白用，啊、哦，上介好，咱也有做一个培养，知影讲有啥物细菌，啊，以多一种抗生素对伊的迄个效果上好，咱来用起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即摆吼抗生素用到伤过烂，啊、哦，像感冒，感冒有足侪感冒是病毒，毋是细菌，迄抗生素无效，你也得用，迄都唔对。啊，个抗生素，你若要用落去的时，你都要好好啊一个疗程，无定是爱十天啊，无、哦、定甚至两礼拜，你都要好好啊把这个细菌啊吼，甲压落底落去，可以未个迄个发作起来，就是讲伊未个活起来。安尼，咱这个抗生素未好产生抗药性啊，咱你使用爱使用健康啊，无健康个使用都唔对。啊，无需要用你去用，搁较唔对吼。但其他所有药啊，呢拢是助手而已吼。OK， 啊，咱这急性的病啦，像脑塞啦吼，也是讲啊，挂掉了吼，咱治标了后，啊，伊病家己会好嘛，无食药也蛮好嘛。啊，什么原因好伊好？啊，伊会好是啥好诶？啊，就是咱这自然的这个疗愈的力量。咱身体有真正有真了不起的疗愈力量，我已经一个多箱挂一空，无差别也好，因为伊细胞家己修复回来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可是呢，咱这个慢性病啊，哈、哦，慢性病用同款这款的想法来治病，所以无怪袂好嘛，无怪你一直要控制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好、哦，咱去看卖哈。啊，佫有一个代志真重要，就是药啊嘛是毒对无？先我啉一茶。美丽姐，谢谢。有副作用嘛？吼，哎，这副作用，对咱拢知影，药啊食侪会伤啥？伤肝、伤腰子，哈。对啊，嘿，哦，伤心吼，听讲哦，钱开侪伤心，唔是讲无食酒会伤心吼，产生副作用啦吼。好，咱来看卖，咱若讲吼有怕病吼，大部分拢是痛嘛吼。啊，咱这个痛是要安怎吼？哦，有这个绵绵的疼痛，啊，加这个有沉苦一个困扰吼，咱是要安怎办较好吼？好。啊，咱来看嘛，咱若要爱治嘛，爱治疗吼，上较好爱治疗原因啦，吼，两个囡仔小家吼，冤家相拍吼，啊，拍到血流血滴吼，啊，你总是要甲带去迄个家姑姑的康治好去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好去了，安尼代志解决未？无嘛，会阁拍啊，啊，因为你无去找伊的原因嘛，吼，所以你要传伊伊为什么拍，为什么相拍？哦，原来因都是两个人在抢一个迄个橡皮圈呐，啊，啊，咱就一人给伊一个，安尼会当解决问题无？会啦哈，哦，咱爱治疗原因才对啦哈 ，OK。所以哈，咱这个引起咱这个病痛哈，这都是这个外力的伤害，还是发炎，还是血管哈收缩，还是这恶性的肿瘤，就像讲癌的迄个末期，迄足痛的，哈，迄足痛。好啊，这大家拢知影啦哈。啊，这血管迄收缩，就是讲咱像这个偏头痛哈，头痛头痛一边或偏头痛啊哈，迄种迄血管在收缩，因个痛哈。啊，咱一般的治疗，你若安尼痛是，你一般的治疗，咱看下骹这个有大概有去试过无？传统的治疗方法哈，咱来看麦有无？这消炎止痛药啊嘛哈，拄下讲过嘛，知影嘛哈。啊，你啊做针灸啦，吼，啊拔罐啦，按摩、舒压治疗，这咱拢会去做的，吼。啊，这有的会好，有的袂好，对不对？哈，啊，会好，什么原因会好？拄好讲过，什么原因会好？啊，自然免疫力啦，哈，对吧？咱自然靠咱身体啦，所以讲起来，哈，医生我是医生，做三十几年，哈，诶，医生，我都感觉讲啊，我想就无好，因为有好诶，治病治好诶。不是我，是你家己啦，啊，是患者家己，伊的身体，让伊家己好起来。我只是讲吼，阮医生只是在边啊帮助你，啊，帮助你而已，啊，要好要靠家己。所以我今日讲吼，无要破病的生活，要靠医生啊，靠家己。
靠家己哈。好，啊，咱即马都要来看，不安怎靠啊？家己爱靠会掉，好不好？好，咱来看，啊，不安怎靠家己？好，咱都讲原因对无？啊，我即马搁一个因为，因为啥？啊，咱遐原因，我用传统的治疗无好，因为啥？来，咱看，因为这吼，不管有疼还是有聋还是神还是麻啥哈，拢有一个合作。第一块也袂不是哈，是嘞。有这个，哈、哦，有迄个地法炎的这个物质，伫迄个疼的所在，伫遐积掉的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伊积掉的吼，拢无去代谢掉去嘛，所以伊若有搁发作的时，你就开始感觉疼，啊、哦，发作你就感觉疼，哈、哦，啊，因为伊一直的这释放这个迄、那个，是嘞，一直的释放这个哈，异、哦、常的这个迄、那个神经传导出来嘛，啊、咱食药就是用这个。这个心经在传导的这个路半路，你给它冻掉，让你感觉未听而已啦，哈。啊，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安那，就是讲，哎、欸，伊这个所在有这物件滴嘛，啊，这细胞好好无代志，哈、啊，这细胞拢真爽快、真快乐。这细胞唔是啊，让物件截掉的呀，哦，啊截掉的啊未通啊，爱就疼啊，哦、啊。啊，虽然即卖吼有一个新式的治疗方法是安那呢，我吼、哦，我就用。这个方法，哦，神经调理自然法，还是讲细胞坚毅引流法，哈、哦。为什么讲好多细胞坚毅，哈、哦？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咱这个每一个细胞，一粒一粒的细胞中间啊，哈、哦，伊唔是讲安尼黏黏娃娃，唔是哦，中间拢有一个咱讲体液嘛，哈、哦，哈、哦，间隙有体液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体液唔知讲啊，迄、那个营养分会当入来，哈，啊，废物来当出来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啊，这吼截掉的，伊营养分也袂入来。啊，废物也袂当出来，啊，细胞要伊嘛要呼吸嘛，吼、哦，要呼吸嘛无遐多哈、哦。OK， 好，啊，嘛咱即用这个方法安怎呢？就是将这个吼、哦、发炎的物质给引流去，给代谢掉去哈。安、哦、尼，啊，将病痛这个神经的这个传导物质嘛，给引流代谢去，拢给引掉去了哈、哦。OK， 就是安尼哈，本来拢截掉去，我安尼拢啊给引掉去，好不好？哈、哦。唔是讲，干那发作疼的时候，我就安尼治标，哎、啊，迄、那个垃圾啊，因唔当无出来，啊，病拢未好，我怎么给引流掉去？啊，引流掉去的结果呢？哎、欸，伊咱这个细胞，伊都未阁互伊迄个物件带掉的哈。结果呢，伊咱的血那个血然后血气循环也较好哈，啊个咱的抵抗力就提升起来，好、哦，啊，咱身体本来是无平衡哦，这个时阵就会当平衡回来，所以病就会好。咱即马讲真吼，是讲真诶，讲假。做会到啊，做未到。那做会到哈，怎来讲嘛？做未到，咱讲就无意思嘛哈。好，这就是在治疗哈。啊，来看麦。啊，这吼，你看做有到无哈？一个30岁诶哈，哎，30年听诶，头壳听诶哈，好去哈。好来，这个慢性诶尿壶腺发炎诶哈，已经20多年诶哈。20多年，好、哦，这一个疗程一个月，然后两个疗程两个月好去 ，OK， 好、哦，胃食道逆流，哈、哦，这好去 ，OK， 肠燥症来哈、哦，肠燥症好去，哈、哦，啊，三叉神经痛，迄足疼啊，这患者来的时呢，哀求哀求哈，但是两个疗程了哈，伊、哦、已经好真侪，无过做第三个疗程，因为哈，来因囝若无提钱吼，伊就无法多治疗，OK， 好。啊，这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哦，心悸上腹痛的哈、哦，上腹灼痛的后期哈 ，OK， 啊，这哈、哦、一摆哈、哦，吃的植了7颗的假牙，哈、哦，这7颗假牙啊，一个月还阁袂当食，还阁肿，讲话阁疼哈，哎、哦欸，啊，这咱这一个疗程后期 ，OK， 过来，啊、哦，一直放肥的，日了十几年的哈，这也后期啊 ，OK， 好、哦，啊，这面哈，恰恰面。颜面神经麻痹了哈，啊，已经有2年了，哈，咱治疗3个月好去 ，OK， 啊，这哈背蛇，背蛇足疼的，伊个背蛇足疼的哈，嘛是哈，这都咱一个疗程一个月，这半个月该做好，一个疗程是2天做一摆嘛哈，啊，这我10天都该做，第二天哈，伊就开始在修啊，空气都在修啊哈，差一个半月好去 ，OK， 过来。好，这个10年鼻窦炎做细胞手术，
四排手术就表示无好啦，吼，开刀开四遍无好，所以一直爱食药也无吼，一直拢安尼艰苦嘛，吼，拢一直艰苦。我吼为什么只讲较紧，因为后壁有较重要诶，要互家己，咱家己要安怎吼，咱家己要破病，所以咱只讲较紧 ，OK。结果吼做两个疗程，伊四十年诶问题啊，吼，两个疗程好去，啊，两个疗程好，啊，这个吼是坐奥托拜抱落去，啊，抱落伫迄个南口诶迄个中间遐看。哦，伊这样肿嘛，啊，伊这骨头啊，吼，有力气，骨折有力气，啊，肿啊，袂当吃，讲话也袂当讲话，啊，就叫呢，这个中医吼，叫伊讲，啊，你开刀啦，啊，伊惊着，佫走去迄私立私心吼，啊，结果嘛，叫伊开刀，啊，人甲介绍来了，才来我家吼做这个治疗，啊，我改逐工做啦，因为较严重，吼，毋是两工一摆，结果吼三工伊完全消肿，会当食物件。啊！啊，一个疗程好，完全好去，免开刀。OK， 好，过来。啊，这是哈，出宫癌开刀了后，哦，开刀了后哈，开始不断一直在疼，又做这个放射线治疗，不断一直疼，一直疼哈。哎，病医个检查哈，结果是无复发了哈，啊，无转移。好，啊，伊马该加这个属性都可足好个药啊。咱在咧讲要找好药嘛。哎，足痛的嘛，所以医生要找上好的迄个止痛药来吃嘛，对吧？好药嘛，结果伊嘛还搁在痛，啊，痛到无法度，医生就讲，啊，你若搁无法度，可能就要咱就要切迄个神经啊嘛，对吧？哈，啊，尾我改做这一个疗程完全好去，哈，一个疗程哦，完全好去 ，OK， 啊，这哈。这就是吼，一直膀胱发炎，膀胱发炎了后啊吼，开始呢一直常常拢吼，拢搞尿啦吼，暗时拢爱起来放尿，吼，啊那惊放尿后就开始就疼，放尿也疼，拢疼，我五六年，啊我这做一个疗程好去啊，吼 ，OK， 再来搁给各位看，这大概顶礼拜吼，才有一个东西，若有看到就知影，这是我家己啦，去弄掉吼，本来这目睭是规个拢规个拢是流拢淹血。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啊，吼，都有朋友啦，就即大家拢爱即好伊个，拢爱即关心嘛。伊讲，啊，林医师，你有去看眼科无？我就讲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哦，啊那较捌字个吼，伊甲我讲，林医师，你有看医生无？我讲有啦，医生就伫我家啦，我家己就医生啦。因为我看眼科，伊用迄个药膏互我点吼，迄药水互我点，迄内底一定有抗生素，啊无就类固醇啦，吼。歹势啦，这中间唔知有医生无？有无？这那医生压一个手好不？有没有？哈，安尼吼，就歹势啦，像我喙齿甜嘛是无吹出去过哈。比如讲我讲啊去暗时吼磨牙吼，啊甲还把人子拢歹去吼，啊吹气就歪去，无啊多遐吹啊吼，啊其他发炎吼，等下无吹。好，啊，佮另外这个吼，佮看，这歪曲有无？好，歪曲吼，这还佮治疗中间啦，吼，这还佮治疗中间，已经好真济啊，吼，哎，这要改完全治好，有可能无？有可能吼，绝对有可能。OK， 好来，好，哎，即马吼，这是疼，吼，啊疼，咱用这个方法来治疗，啊，这疼吼，袂爱咱的命啦，袂死去啦，吼，但是呢，咱即马讲的，就是讲。爱咱的命的，影响来咱的迄个生活，影响咱的寿命的吼。这个病都是慢性病，吼。啊，咱个比如讲抗老化，吼，咱要卖破病，就是希望卖好这慢性病，吼，好不？好，咱来看哈，咱这个台湾哈，两千抗十年，以统计哈，咱的迄个十大的死亡原因，第一名拢是这个恶性的肿瘤了哈。心脏病啊，脑病哈，肺炎、糖尿病哈，啊，事故伤害 ，OK， 那就像肺部的毛病，啊，慢性的肝病、肝硬化、高血压病哈，啊，加腰椎病，这是咱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，哈，啊，咱一向的习惯，那一旦有这个病的时阵，会紧张无？啊，拢会去找医生，对唔对？啊，咱拢会找医生，爱找上好的药啊，对唔对？啊，医生啊，哈，医生的心态拢，我嘛是要给你上好的药啊。根本若无法度，我嘛要想空方看好多看法度根本哈，安怎补给你用上好的药啊？有了解无？哦，我常常安尼做，你知影哈？
但是安尼做对患者真真正正敢有帮助？敢真正有帮助？啊！啊，咱拄仔本来嘛知影嘛吼，咱一直想讲要找好药嘛吼，啊！但是敢保证你的病有好？啊 ，OK。而且咱知影讲，伊伤肝甲伤腰子嘛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来看卖这个，咱讲慢性的这个迄、那个肾歹去的这个，也就是讲说腰子的人吼，上、哦、这是啥呢？糖尿病的人吼、哦，再来一张是药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药啊，咱都想到讲是西药哦，但是唔是哦，重要嘛要注意哦，啊、哦，重要注意哈、哦。迄、那个甚至有一个医生，伊本身有肝病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家己是中医生。所以伊就食，或者吼龙胆泻肝汤，吼、哦，迄来过夜肝，食五年了，有一天艰苦，送去新光病院一个看啊，系啊，腰子歹去，西腰子，吼、哦，西腰子，吼、哦，所以我有一年伫这个啊、台北两岸老人论坛啊，我发表迄个论文啦吼，啊，大家发表了后，下骹都一个观众就起来讲，咱吼迄个西药唔通食，来食中药较安全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张伯也有滴，啊，张伯有在今日都肿起来讲，拜托唔通来乌白乌白想，因为张伯以前是卫生署署长嘛吼、哦，大家唔通有这款迷失啦、迷失啦吼、哦，不可以，因为呢，台湾统计吼，咱这个因为药啊吼。来迄、那个啊，《西游记》的人啊，中间三分之一是中药引起的。哈、哦，我在美国哈，我读迄个东方医学大学，主要是迄个中医啦哈、哦。有两个教授，为一个为上海来，一个为北京来，因拢好个教授，怎会当出去嘛？哈、哦、啊，出去了后无想要转来，啊，因都伫遐哈，想要摕绿卡，绿卡爱有人家请伊哈，伊、哦、有迄个会当伫遐上班。爱改请，爱伊都去等绿卡嘛吼，啊所以吼伊也教啊足好诶，伊张会当吼，人张要阁继续阁改请吼，因为聘书拢一年一聘的嘛，好，所以我底下会当学足好诶，这个中医，吼啊，这两个教授吼不约而同，两个讲一句话，中药嘛是有副作用哦，恁若有想要做中医的人爱知影，吼，可是若甲患者讲，拢讲啊，阮这拢是草药啊，天然的，所以无问题，吼。这个话偷偷甲各位讲啦，不过嘛是透过这个出去呀。哦 ，OK， 所以要甲大家讲的意思就讲吼，药啊吼，不管中药、西药，拢是药吼，因的副作用唔通袂记哩。啊，上济这个有问题就是止疼剂、抗生素、甲理疗剂啦吼。OK， 好，那还有高血压吼，高血压嘛是哦吼，心迄肺经的病、心脏病吼，啊感染、腰子本身的感染。哦，啊个老化哈，上背张张老化 ，OK， 好，所以讲食药啊哈，咱就知影有足侪问题滴嘛哈，啊，所以讲哈，药啊买食药啊，咱就改食保健品嘛，即马足侪人迄直销啊，是传销足侪嘛，对唔对？哈、哦，迄保健的食品好唔好？食保健品好唔好？咱来看哈。食保健的保健品量足济哦，保健食品足济哦。咱这台湾的市场一年听讲有800亿个吼，遐尼济啊吼。可是咱来看，为甚物？病有减少无？病床有减少无？照理讲，遐尼济人在食吼，应该是爱无怕病上吊嘛吼。但是无减少嘛吼，为甚物？我后边吼也少也讲啊吼，好来看麦。所以咱咧看嘛吼，咱爱健康，药啊唔是保健食品啊唔是，啊无到底是要安怎装好啊、哦？所以咱来看哈，来咱来特地来了解迄个原因嘛，好唔好哈、哦？来，咱健康的基本的要素是啥？基本要素是啥？迄是方法，迄种方法哈。咱来看一下要素哈、哦，是唔是这個？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免疫系，哎，免疫对，免疫力了哈、哦。这个哈，自然的这个疗愈的力量哈、哦，自然免疫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是咱若会当让这个倒转来，咱就会当健康啊嘛。啊，一寡慢性病就是因为这啊、个，缺失去啊嘛，对吧？无够来去啊嘛，
所以无多嘛。所以今仔吼要互大家讲，大家莫破病，咱要求的就是这好倒转来，好唔好？好嘛哈，好，彻底好了。好，咱看嘛。啊，这吼什么好做自然痊愈力，就是咱这个细胞本身，伊家己会当修复啊。伊家己会当去修理家己，修理又好势起来啊。像咱遐刀去刮掉，是毋是伊家己修理好，家己修理好好起来，好转来是我抱药啊，互伊康治好个吗？毋是，是我康治家己爱生起来。哦，你像讲遐糖尿病的迄个康治，咱就知影伊个自然痊愈力就无去啊，对毋对？哦，糖尿病的康治哈，迄个药搁较足好个呢，足好个药啊呢，对毋对？有无？尾仔你嘛是用脚嘛去剁断去啊？你讲无用上好个药啊？我根本我用上高贵药啊，互你无法度你家己想我医生，我家己来买药啊，上高贵药啊，只有我自己脚。哈、哦，你脚已经无法度啊，已经啊剁去啊。突然间有一个人讲，我这贴药啊100万，你自己脚免剁，你爱无？爱嘛？对吧？我救我的脚嘛？可是有迄个药啊无？无嘛哈、哦？所以上好咱哈。莫互家己吼、哦、有这个问题存在，我就是有糖尿病，我嘛要互好起来。莫互讲这个脚出问题，莫互我腰子出问题，爱洗腰子，哦，好唔好？好，所以咱就是爱这块好倒转来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好来，我们再看下去哈。咱看麦，那为什么哈自然痊愈力会无去？因为咱这个细胞哈，本来这个细胞是安尼足完整的，对唔对？最好的细胞，伊个自然痊愈力也无去，因为吼，一定受苦受难嘛。安怎受苦？你三天无食有苦无？有苦无？三天无通食，有足苦无？啊！啊你吼，无定定定去予人甲你虐待，甲你拍，甲你弄，有受难无？有。啊、哦，咱的细胞同款，伊嘛会受苦，会受难哈。咱真完整的一个细胞，安怎受苦？有缺失嘛？营养分无够嘛？所以都要讲，哎、欸，食一寡营养的物件。问题是要食什么款营养分？啊，咱只是普通的营养分吗？还是搁较精密的讲分子营养素？啊、哦，就讲细胞嘛，是一个一个一个分子哈、哦、组成的哈、哦，对不？咱全身有偌济细胞？60兆哈，每一个细胞，迄、那个细胞真啊足精密个呀，哦，要组成一个细胞，内底外口加加起来，它的有机分子，咱拢有机物嘛，哈、哦，有机分子，哦，爱规要规粒，你知无？一条瓜1兆多个分子，所以啊，咱即马都是哈，无爱好伊，因为伊这个分子有缺失，咱来补倒转来嘛，哈、哦，对不对？有缺失的，啊！这受难本来是好好的细胞受难，从安尼讲到歪，安尼东倒西歪，歪过起出会破病无？是啊，所以咱的病是不是就是安尼来的？啊、哦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个细胞伊的迄个自然的这个疗愈的力量会总爱消失去无去？因为细胞受苦受难嘛，啊、哦！所以哈、哦，咱要好咱的自然痊愈力倒转来，啊、哦！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？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安怎解决？啊，你看麦，啊、哦，你有欠的，我给加倒转去，啊、哦，啊，我哈、哦、有损伤的，我给减去。所以健康讲起来就简单呢，加加减减加减法，啊、哦，就简单呢，啊、哦，哎呀，你给做好写起来哈、哦，只要你哈、哦、做到，加的加到，减的减到，啊、哦。安尼，咱的这个细胞的迄、那个有机分子了哈，你就给调整回来。所以咱讲哈，分子矫正了哈。以前恁可能捌听过讲分子矫正，可是以前分子矫正了哈，伊的迄个重点拢下点加法，就讲啊，迄、那个分子有什么分子，我把它加进去，让它不要缺乏，拢是一个加法。可是各位，这个加法就是咱在补嘛，对不？啊，咱台湾人讲起来真好补哈，对吧？是补哈，有补，咱大家就要补，对不？啊，补对补唔对，唔知呀，
啊，啊个补的入去个，唔知影啊。譬如讲，我这个壁，哎啊，即马壁都安尼，看起来就歹看，我爱油擦啊。啊，但是咱这个油擦啦吼，迄顶悬迄壁岩，你若无改清掉，你油擦擦落去会水无？袂水。所以第一个，咱这个加法甲减法，多一个先做。减法哈，对，减法要先做嘛，哦，啊，增来加嘛，增加下落去嘛，对不对哈？好，啊，咱即马哈加减法做好啊，啊，这个分子呢，细胞分子已经改调整个好势了哦，你看是不是细胞完整起来，伊都家己有这个修复家己的这个力量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伊的自然权益是倒转来，所以咱抵抗力是不是都好起来？哈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。所以健康有简单无？有无？有啦，简单啦吼，加加减减尔啦吼。吼，讲起来是简单啦吼，有睇吼，咱讲吼就别人讲知易行难少，吼，怎样简单啊？要安那去做吼？是啊，真正讲起来吼，你看咱一个细胞吼，这个细胞遐尼复杂无吼？里面这是细胞膜啦，细胞质啦吼，啊内底你看有遐尼侪物件吼，哦内底迄个配备是足精密的吼，这细胞核 DNA 吼，啊这是咱制造迄个能量嘛，我即马伫只讲话，各位伫个遮吼，伫个遮听课，哈暗时困去心脏照跳，哈食落去消夜，咱迄个胃照常甲咱消化，对不对？胃肠照常甲咱消化，这拢爱能量嘛，爱能量吼，爱量嘛，爱能量嘛，对吧？啊，这能量为倒来，就是讲，那我处理遐尼侪这电器用品，我爱电嘛，我细胞爱电嘛，吼，这电为倒来，为这个所在吼，最后这粒线体、粒线体吼，为伊制造来，啊，这咱来制造这蛋白质为这来吼，啊，这 DNA 咱就怎样，细胞哪要个分裂吼，啊，旧的细胞会变作新的细胞，都爱。靠伊哈，真准，家己指挥，你怎会分裂个就正常诶？哈，哎，那分裂不正常，都变做啥 ？DNA 那是就上去，伊就分裂都不正常，细胞都乌白生，都变做癌症嘛，哈，啊，肿瘤嘛，癌嘛，哈，对。好，这个细胞哈是哈尼复杂，咱干那来看这都好，这个细胞膜，这咱个放大来那个看，啊，这一点个放大来看。哦，这是细胞膜。哦，伊细胞的迄、那个伊的组织哈，伊、哦、组成偌尼复杂的，你看哈、哦，这个细胞膜两层啦哈、哦，细胞膜两层，外靠这层哈、哦，这是油脂、磷脂质，啊，这有蛋白质，哦，啊，佮有胆固醇，所以胆固醇有重要嘛哈、哦。细胞若无这个胆固醇啦哈，伊都袂完整哦，伊功能都无发挥哦哈。啊，咱讲的胆固醇讲啊，佮惊到要死。哦，来一直控制，一直控制。不过前几年啊，哈，迄个伯克莱哈有一个迄个研究报告会讲哈，胆固醇250、260个人跳。啊、哦，咱所有的食物中间，哈、哦，胆固醇上悬的是啥？不是卵哦，上悬的所有食物中间，好、哦，哈、啊，我听不你讲啥？哦，安托纳，安托纳人真多，无唔对，但有比个佫较侪脑啦，有无？电脑咱迄卵啊吼，鸡卵差不多吼，100公克内底吼，含200、200二、203，上加250诶毫米毫克哦 ，milligram 诶迄个胆固醇，脑是2500诶，电脑哈，牛脑2500，哈，足侪。啊，我借问者，电脑2500。啊，人脑嘞，哈、哦，小强啦，哈、哦，对啦，迄猪脑、牛脑，伊含的胆固醇遐尼多，啊，人脑是毋是同款足多？哈、哦，所以讲哈，250个人较巧啊，咱足需要身躯内底足需要胆固醇的哈，咱的荷尔蒙胆固醇制造的呢，咱胆汁胆固醇呢，维他命 D 胆固醇，啊、哦。啊个，你看这细胞，每一个细胞吼，拢啊有胆固醇嘞，这种胆固醇，哈、哦，无是袂使呢。
吼，啊，有一篇报道讲吼，胆固醇205到208的人长退休。哎，大家听起来唔知足矛盾的吼，足矛盾的吼，咱稍等再看麦，啊，先来看麦为什么，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吼，啊，咱是为什么一直爱落落来？205到200的标准，202、200，以后唔知佫降到800无？啊，咱那吼，迄个食菜的吼，食菜的师傅啊。伊拢食个足清的菜，无啥物油哦，无钱的。咱讲叫做健康素。啊，请问应该抽血？咱青菜、果子是拢无胆固醇的。啊，那个抽血抽出来，伊的血内底有胆固醇无？有哈，啊，佫真正常。为什么伊拢无食胆固醇？为什么伊血内底有？对，因为咱身体足需要，所以一定要制造，伊是足重要的营养分。身体一定要制造，对不对？为着制造来，哪个器官的细胞？当然是细胞啦，肝啦，哈，肝啊，当然要有其他的器官，不过是肝上重要，它一定会去制造胆固醇，足重要，足重要的。可是咱就讲到胆固醇，即马大家谈胆固醇色变哦，惊啊！一直要搁安尼落来，爱降伊标准，对啊，唔对哈？今天我是足侪代志吼，大家思考。大家思考以后，咱是要做安那正确的哈，这个健康的这个方法哈，好，咱来看白说，因为哈复杂嘛哈，细胞遐尼复杂哈，所以我不得不哈爱学遐尼侪物件啦，啊，这国内国外学一大堆哈，啊，这美国甲中国无同款，美国就是哈，读册、考试，回来爱去做。啊，了后就爱考试，考试的时阵，我就爱哈提供六分，哈，足完整的哈做过的患者迄个病历哈，去予迄个阿多个医生、阿多个教授哈，甲你考试，安尼怎提到的啦？啊，所以我就因为安尼，所以我怎有法度帮忙家己，佮帮忙别人嘛？啊，今仔日哈，希望唔是要帮忙在座的各位利益，我希望帮忙讲咱台湾政府，咱接近了啊。然后，咱大家人拢会当有未破病的好的安尼的这个方式哈，来保咱国民的这个健康，哈啊，让咱的这医疗的支出减少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好。啊，这个中间啊哈，我有需要哈，将来有需要来帮忙来带领咱这所有台湾人哈，那以后有兴趣的哈，各位会记得来我家给我登记。咱来帮咱台湾，好唔好？好哈，好，真欢喜哈，很棒。好 ，OK。啊，咱拄仔讲吼，健康足简单，就是加减法。啊，咱要加的就是啥？要加拄仔讲过啊哈，唔是普通的这个营养素而已哈。咱咧加的是分子营养素哈，甲细胞爱甲整理好势。好，啊减的是啥哈？啊减啊，拄仔讲是吼，啊先减嘛，对唔对？哎，啊减啥？来看卖吼，吼，各位看卖，有毒物、有毒素、有毒物、有毒素。好，啊，为什么讲动物毒素？好，咱来看卖，有一只毒蛇，哈，有一只毒蛇，咱予迄个蛇咬着，爱甲医生讲，予什么蛇咬着无？哎，啊无哈，伊会找唔到迄个解药，哈，会用唔到，哈。安尼有当颠倒歹，啊！啊，什么好多毒物咱自然界，像这个毒蛇，伊身躯有这个毒素，所以有毒素的这个生物，咱合作毒物，像迄曼陀罗药草，伊有毒，哈、啊！这个药草有毒的这个植物，伊嘛是毒物。啊，因毒物呢，因身躯带毒素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就说咱身躯哈，咱的体内同款，哦，有这个毒物的哈。会入来咱体内，伊会产生毒素。吼，啊，咱每一个毒素，每一个毒物，无同款的毒物，伊含的这个毒素无同款，咱身躯同款。吼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吼，咱将咱身躯的毒吼，该了解好清楚，因为每一种毒，伊的治疗的方式，啊，伊的迄个解药无同款。咱有当讲我要解毒，我要排毒，吼，有当咱排掉，有当咱排唔掉。但是咱爱清楚了解，哈、哦，咱今仔个清楚了解，咱就会当个排好较清气。所以哈、哦，有一个毒物甲毒素，哈、哦，好
啊，咱这个毒物甲毒素是啥呢？啊，这个中医的病机啦，哈，中医病机讲一病，啊，这，啊，这是一个病字头加一个字呀，字，字是胃外口下来的嘛，啊，胃外口来的，所以呢，中医病机合作外感，引起病一个外感，啊，啊，这个外感是啥呢？啊，病就讲风寒暑湿燥火，啊。风湿寒，风寒暑湿，啊，啊个，真，真灼心嘛，哈，灼火，哎，烦躁，哈。啊，另外病是啥呢？病就是一个病字头，加一个病，病就是心火，哈。中医这病是心火，所以呢，这个病呢是为内伤引起的，内底产生的，所以哈，这点哈，我真佩服。配合中医，配合，真配合中医，就是足早几千年前就知影讲，那引起咱破病的原因，唔是干那外来的因素而已，哈，还有一个内底的因素，啊，这就是内伤 ，OK， 好，伊这都是七情内伤了哈，七情内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惊恐哈，七情内伤，啊，咱哈以现代的医学的讲法 ，OK， 这个外感的毒物是啥呢？好、哦，细菌嘛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可能是农药啦，哈、哦，哎，啊，一寡迄个土地污染有无，哈、哦，啊，农药，哈、哦，啊，是讲这个，肉海鲜内底有一寡重金属，哈、哦，啊，是讲咱迄牛肉，鸡肉，猪啊，即有啥物瘦肉精啦，哈、哦，有抗生素，啊，有这个激素对无，哈、哦，生长激素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啊，再来就是讲，可能水污染，咱啉入的水哈，无清气。啊，咱吸的空气不清气，空气污染，啊是核能的污染，哈、哦，放射能的污染，啊就辐射线迄、那个电磁波有无哈？啊，另外就是讲，一寡咱的食品啊，加工的食品啊，内底依在有塑化剂对无？哈、哦，啊有个有啥物毒奶粉，啊个有个毒淀粉，哈、哦，啊个米包有蓬松剂，有香精，啊回收油，哈、哦、一大堆哈。哦遮个迄个食品的加工食品啦吼，所以加工食品是来讲起吼，我常来咧讲，因为内底拢加足侪化学品嘛，吼，啊加个遮物件是为虾米加遐尼侪呢？因为咱愈食愈爽脆，好食，也一直爱食，吼，啊伊当然吼，我生意人，我希望恁足爱食，哎，尽量甲我食，啊我都尽量趁钱，对不？哎，啊所以我会加足侪物件入去内底嘛。哦，像讲吼，有个人迄面啊，爱食足 Q 的面，所以就加一罐吼做揉面筋。哦，拢是迄个一罐化学品嘛。哦，啊，这是要你要是要怪生意人，还是要怪咱家己？怪咱家己，对嘛？哦，啊，不然讲这物件拢是吼，咱的刺激迄个味蕾癌。啊，假如辛苦来对吼，迄唔是咱的迄分子营养素对不？咱细胞无癌呢？啊，细胞无癌安怎？之后哈，过去麻烦两个器官，肝对，啊，搁者肾，对啊，因为迄吼，伊食着咱那幸福人，咱无爱拢是毒嘛，吼、哦，你喙齿食起来是真好食，就爱食，食到辛苦内底迄是毒嘛，所以你之后麻烦你的肝去解毒，麻烦你的腰子去排毒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一定会得伤肝伤腰子嘛。迄唔是干那药啊而已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吼、哦！除了这個，啊个这唔通袂记哩，这嘛是毒，对无？迄是啥？药啊啦，吼、哦！吼、哦，咱食足侪药啊嘛，吼、哦。OK， 啊，遮拢毒物咯。啊，咱拄仔讲动物，伊就是内底就有毒素，对不对？就是遮个毒物伫个咱身躯内底，吼，会引起 OK 毒素。自由基哈，自由基，就是讲所有的这动物，在咱身体内底，拢会引起这个自由基、自由基哈。按咱大来讲，就是讲这个病机内底有外感，啊，都有一个内伤，对唔对？各位，恁即马家记这个自由基哈，汉尼大地，哈，记汉尼大地 ，OK。再来就是内伤，内伤的动物，好，内伤动物有这啥？这是在创啥？西游记哈，西游记就是游记派去嘛，啊，所以呢，迄西游记唔是游记摕来写的，实际上就是迄火哈，改清嘛，哎呀、啊，
协议嘿协会啦哈。OK， 啊，因为邮寄派去嘛，啊，最好写嘛哈。啊，若讲吼，伊这写这内底知影咱写邮寄一礼拜写几遍无？两遍三遍嘛哈，啊，有人写三遍嘛，啊，一摆写偌久？哎，四点真久啦哈。哇，安尼这人生本来是彩色的哈，因为安尼写都变啥？哦，变啊嘛哈，伊会当出国去佚佗无？袂当嘛哈？哎，去水灯啊哈，哎，对啦，一天来回哈，去香港大概要个会使哈。啊，迄个上班我都上无，一礼拜哩。啊，迄位老板刚要互你一礼拜请三天去迄个四点钟去的，无可能嘛哈。是嘛？啊，伊若讲安尼说吼，伊就感觉讲啊，我人生无望啊，去掉啊，唔说啊，伊会当冻偌久？伊若唔说，会当冻久？会啦，会当讲我袂说啊，会当冻偌久？半年。哦，你说。好，一礼拜吼 ，OK， 一礼拜三届无说，伊就还阁昏去啊，还阁昏迷不醒啊，阁继续无说，就使我哪啦？哦，所以吼，有毒无？有毒无？足毒，哈、哦！啊，哥，你看，这只鸟尾啊呐，安尼油头甲面对无？哈、哦，哈！啊，这安尼足惊足惊吓，忧伤悲伤，哈、哦，悲伤哈，悲伤啊，惊吓哈，啊，郁卒，懊恼哈，懊恼郁卒哈，啊，加愤怒，这拢是讲负面的情绪哦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拢负面的情绪，啊，这咱改讲叫做内伤。毒物，伊嘛是一种毒。既然是毒，伊嘛是产生毒素，啊！啊，伊个毒素产生什么毒素？来看咧，嘛是自由基啊！啊，我要甲大家看的，就是讲，咱拄只外伤的迄个自由基，哈、啊，外大地啊，即嘛即外大地，有无？啊，哈、啊，有无？无同款啦，哈！我特别话也无同款的哈！啊，你看卖。嘿，恁敢捌？咱大家拢常常捌听讲，遐多一间公司的老板吼，啊，伊昨去做身体健康检查，啊，拢真正常哦。可是今仔死去啊！有无？这款故事捌听过无？猝死嘛，吼，伊检查拢足正常诶，为虾米猝死？吼，啊，拢知影讲伊有压力对唔对？吼，他的压力让他猝死嘛，吼。啊，压力就是啥？压力就是啥？都是同款这款诶。负面的情绪，伊这是内伤的毒物嘛？人讲去内伤去郁掉，吼、哦，伊的情绪的关系，啊，伊就是主要是产生这个自由基嘛，啊、哦，自由基太多了，对伊身体产生损害，所以吼、哦，伊虽然去检查好，那阵无问题，其实伊伤害太大，啊、哦，突然间总爱猝死，啊、哦、，OK。来，我们再看。啊，咱虽然来了解哈，这个自由基，这就是这个毒素，对咱身体的损害真大。这个毒素，哈，来了解。有人讲，哎，啊，我塑化剂哈，我都食三十年啊，无代志。因为咱看，咱拄啊，迄引起的迄个自由基无遐尼多啦。即款的这内伤引起的自由基较多嘛，哈、哦。我说，哎，三十年是慢慢啊损害。三十年了后，你破病哈，你。唔知影讲是迄个塑化剂引起的，因为30年嘛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啊，咱吼，什么叫做自由基、自由基呢？咱看吼，咱这个物质中间所有的物件拢是化合物、化合物组成的，除了金属以及外，金属啊、哦，金属、金啦、银啦、铁啦，哈、哦，这个也是一个元素，就是一个原子啊、哦，原子哈、哦，大家知影什么叫做原子啊？即个唔知影吼，化学吼。化学若无啥了解，无要紧，咱就硬解。我安怎讲，硬解吞落去就好，好不好？会使无？啊，好。那这样好像这就是氧气，氧气啊，啊，这就是氧原子，哈、啊，一个原子，哈、啊，一个原子。啊，每一个原子原子啊，哈、啊，伊拢有一个原子核，有一个核啦，一个中心，哈、啊。啊，原子核哈、啊、有正电、正电，啊，啊，外口啊拢有这个电子电柱安尼走来去，走来去，走去。咱迄个电线内底有电，嘛是迄个电柱，为只安尼走去遐安尼，吼，安尼才有电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这个电柱哈、哦、有负电，啊，这个核心的所在是正电，
哈，一般是内底几个家庭，外口着几个负担。意思就讲，所有物件一定电视哈，中合的、中性的，哈，一定无电的，哈。啊，所有物件哈，拢是迄个原子哈，两个、一个，这是两个原子结合的，这是三个原子结合。结合起来，啊，有的是安尼几千个、几百个原子结合起来嘛是有啦，哈，好，啊，总是要结合起来。啊，因结合的时阵啊，哈，因这个电子啊，哈，因爱小光机，小光机，哈，光机吼，伊这个外靠这个电子吼有八粒，像这个氧气吼，伊本身的嘿，这个电子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六粒，哈，啊，这边嘛是六粒，哈，啊，咱这个光机的时阵，外靠爱变作八粒，所有的。迄、那个化学物，伊外口电子一定要八粒，啊！但是有的人吼，有的人较低，有的人欠，有的人欠较侪，有的人欠较少。总是咱来互相结合的时阵，就是咱公家啦，吼、哦，公家用到我冇八粒，你冇八粒，安尼的时阵，啊，咱就安定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氧气啊，吼，伊就这粒，我这粒啊，甲你公家，这粒甲你公家，吼，啊，这粒佫甲你公家，这粒佫甲你公家，吼，安尼伊就完整啊。啊，像这吼，因为咱这氢呐吼，氢气、氢气吼，伊就咱物质中间上细，伊敢那一粒电子内底敢那一粒正电的迄个原子核的迄个质子吼，伊上伊就敢那能敢那一粒名，所以我会当提供给你敢那一粒，好，啊我无够啊，好氧气无够啊，所以我另外一个氢来，我结合起来，这是水，哈，这是水。一个氧气的原子，两个这个氢气的这个原子，这就是水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氧气，哦，啊，咱拄仔讲迄个伫个立线体哈，迄、哦那个叶酸体内底，咱要制造咱的能量，哈、哦，能量的时阵，就是葡萄糖哇，食落去的饭面，哦，变作迄个葡萄糖，会走入去迄个叶酸体立线体内底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氧气来给燃烧嘛，哦，来生成咱的能量，叫做 ATP。ATP 捌听过无？捌嘛哈？就是，这就是咱的能量。哦，这个中间呐哈，硫酸体内底啊哈，有足侪电子，也咧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啊、哦，那其中哈、哦，这个电子啊哈，有一部分的这个氧气啊哈，会和这个电子哈，怎啊给连起来啦？啊、哦。迄电子足侪，哦，因为你要足侪，才有够。可是呢，有当想过侪，超过1%到3%用袂起的电子，伊就该粘起来，这个迄、那个氧气电管器哈、哦。好，你看，该粘一粒去啊。啊，粘一粒去了后，只有八粒啊，啊，只呢就等于减一粒啊。哦，粘一粒去啊，即个像讲，一个家庭哈、哦，本来两个阿公阿婆足好诶，哎呀，招一个小三来啊。好、哦，再招一个小三来，啊，这个家庭会安定无？袂安定嘛，哈，袂安定啊，即马就伊袂安定。主要就是因为伤过不安定，所以对咱的身体哈，将会造成哈这个损害。好、哦，再来，这是水，这是水嘛，哈。但咱知影哈，水、紫外线、紫外线，还是讲迄、那个福岛核能电厂的辐射，唔是污染对不？辐射线啊。哦迄拢足强诶，会将咱这个水其中诶一个这个氢原子哦，规个给抢走去，啊，规好走去。那走去了，伊本来是两粒诶，对无？电子两粒，即马剩一粒啊！啊，本来阿公阿婆两个好好啊，太太走无去啊，向怪走去啊！啊，剩这个先生是毋是孤单？家庭袂安定啊，对毋对？哦、所以什么叫做自由基？就是讲、哦、有这个电子未当相对的，啊、哦，无相对的电子，啊、哦，变孤单的电子，才孤单去啊，啊、哦，因为这吼减一个，所以孤单去啊，孤单去啊，啊、哦，安尼的这个分子合作自由基，好、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啊、哦。大家好，那来小三嘛是自由基啦，哈，太太造起还是先生造起，迄嘛是自由基啦，哈。好，而且自由基咱看麦，这个咱叫做超氧自由基，哈。啊，咱自由基因为伊有这个无相对的哈，有孤单的电子，所以呢，咱拢抬着咧断点。
哎，这个吼，这个叫做超氧自由基，因为伊是电柱搭入来，组织的电柱，啊，电柱有负电嘛，有无？有负电嘛，所以呢，遮有加一个电，加一个负电叠加。啊，这吼，伊造起的是一个氢原子，氢的原子，啊，原子是吼正电负电拢甲带走去，所以带走的无带电的物件。因此呢，伊留落来的这个所在，伊嘛无带电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所以呢，这个咱叫做强基自由基，这是无电。好，啊，咱真正做这个科学的迄个刊物啦，吼，还是医学的刊物啦，哈。对这自由基的了解，这点哈，都较无究竟。哈，所以有的医生吼，会误解讲哦，因为有不成对电子，所以哈会带负电。哦、但是不是哦，哈、哦，不是，哦、也会有负电的，有负电的，不是自由基拢有负电，不是哈、哦。啊，这点好大家了解哈，稍等咱后边爱国了解哈，足侪无带电，啊、哦，伊造一个新的原子，了后伊将变作这个自由基，啊、哦，氢原子跑掉了，伊将变作自由基，迄个咱水的电解无同款，电解哈伊造的哈是干那这个正电的造起正氢的。离子跑掉，剩下是有负电，那是电解。家里底若有读化学的，了解化学的，就会了解这个代志。哦，啊，我内底我有一本书，那本书我有讲啊足清楚。哦 ，OK， 咱过来看麦。好，所以咱都已经看两个自由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哈、哦，自由基是一个统称，自由基就是马，马内底有白马，有黑马，有迄个棕色嘛，足侪马。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自由基嘛是足侪。啊，另外有一个就是讲活性氧，活性氧就是讲伊迄个氧化能力，因为自由基吼、哦，伊电子上面少掉一个，所以呢，伊的氧化能力很强，因为要去抢嘛，伊想要去抢人个电子嘛，哈、哦，所以抢人个电子的动作或做氧化，啊，那氧化咱都走几多爱腐败派系，要酸化哈、哦，氧化是一种酸化，是一种腐败 ，OK， 好、哦。啊，另外有几种好做好活性氧，活性氧都是只要伊的氧化能力比氧气更加强的，就好做活性氧。譬如说什么，好来，啊、哦，譬如讲这都是臭氧嘛，有无？是不是？臭氧，哈、哦，O 种就是这个 O 三，啊，氧气是 O 二嘛，啊也 O 三，啊，咱多还的氧气是两粒，迄、那个。氧分子哈，连做伙，而且是三粒的，哦啊，所以这就不安定的嘛哈，所以呢，伊氧化能力就强的，所以咱也在用臭氧来杀菌，对不？有人去消毒咱的，清咱的那个菜啊，来杀菌嘛哈，哎，但它会杀菌，会不会杀细胞？会，啊、哦，好，结果是活性氧，好、哦，咱继续看落去哈，咱先苦来对哈，大家武汉里做的这个那个。迄、那个自由基甲活性氧哈，啊，咱所有自由基头前拢有这个不成对电子，这种自由基啊，啊，这呢无，这就是活性氧啊，这就是迄个双氧水，哦，咱嘛以前古早时代做消毒的嘛哈，这叫做单肽氧，这叫做次氯酸，起码有人迄个工业的哈，用工业的消毒的哈，用这个次氯酸来做杀菌嘛，啊，好，所以咱怎样哦，自由基是足多的哈。大刚在咱身躯内底的作用，自由基足侪。啊，咱看这个自由基啊，哈，伊的迄个氧化能力，哈，破坏一个破坏的迄个能力愈强的，都是毒性的愈悬嘛。氧化能力越强，毒性越高嘛，哈。好，咱来看哈，在咱身躯底哈，较侪这挂哈，我讲这拢是在身躯内底较侪的这个自由基啦，哈。伊的迄个强度排行榜就是越毒性。上界强的就是这个叫做强基自由基，哈、哦，强基自由基咱多看就是迄个水有无？本来水嘛，哈、哦，结果迄个日头曝了，变作强基自由基，足强嘛，哈、哦，所以日头曝这会安怎？嘿，日头曝了后会产生什么问题？会去乌斑，去了粉，迄叫做光老化，哈、哦，个较严重诶，就会皮肤就爱生癌，有无？哈、哦，啊个，这个是因咱皮肤内底迄个细胞内底足侪水嘛，对无？哈、哦，咱细胞内底有偌侪水？偌侪？几趴？
七十趴对，七十趴的水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个这个辐射线佫较厉害，伊毋是干那皮肤顶管，伊甲你增加咱的迄个组织内底去啊，啊、哦，所以我让他像那骨髓内底吼，紫外线，迄、那个辐射线了，会引起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白血病有无？啊、哦，伊个增加内底去，佫较强嘛，啊、哦，所以这拢是咱细胞吼含足侪水啊，啊，这水拢会受伊迄、那个作用吼，佫毋是干那水了，其他的动物吼，其他的像重金属。农药，食农药的人，吼、哦，为什么会死？因为呢，伊就是一声有汉尼侪这个体内这个自由基，啊，就佫足强的呀。所以农药啊，吼，你若未复救，你若未复上病医，你就未复救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你足强的，因为这个自由基吼，足、哦、厉害。好、哦、，OK。那我们再来看啊、哦，为什么自由基会伤害咱的细胞？为什么？好啦，咱看这个强基自由基，咱在讲啦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所谓医学刊物，还是讲迄、那个科学刊物，拢安尼讲。因为自由基有不成对电子，所以他要抢一个电子来成对了，让自己安定啊。即、哦、句话对唔对？唔知有人看过安尼的这个册无？有了解无？好，这吼即句话讲一半，一半对尔啊、哦，对一半尔。为什么？来看麦，伊即卖吼，伊只粒这个。过一摆啊、哦，来，好、哦，伊加一粒，抢一粒这个电子来啊。伊即卖是有形相相对，所以伊唔是自由基啊嘛。只我无迄个点嘛，不过伊加一个负电，有看到无？加一个负电嘛，吼、哦，加一个负电的安尼这个分子吼、哦，有安定无？咱所有的物件，所有物件都是化合物迄个组成的。伊一定爱电爱中性，袂使有电，有电伊袂安定嘛。譬如讲，咱这个椅啊，即摆椅啊，内顶悬啊有电，咱坐会条无？坐会条嘛吼，袂使嘛。所以安尼有完整无？无嘛，无安定嘛吼。所以咱一般足侪这个医学刊物啊，是迄、那个科学刊物吼，干那写到遮尔啦。个遮尔，所以无完整啦吼。伊爱安怎，一定要阁加找一个正电嘛，来互家己吼完整起来嘛。正电就是这个氢中这个核啦吼，原子核内底就一个正电嘛。哦，所以伊真真正正爱抢的是啥？唔是抢电子尔嘛？伊真正吼自由基爱抢的是一个氢原子，吼、哦，唔是干那电子，伊互家己。伊会当变作水倒转来嘛，对唔对？啊，咱拄仔想讲，我太太出走去啊，我家己剩一个人孤单，哦，啊，我抢一只鸟啊入来，啊，我就安定啊，唔是嘛，哈、哦，对哇？我一定是爱抢一个查某转来嘛，哈、哦，太太唔转来，我找别个人来嘛，哈、哦，是唔是安尼？好、哦，所以伊是爱抢这个氢原子嘛。啊，咱这自由基吼是伫个咱的身躯内底产生的吼，生物体内产生的，动物、植物拢有啦吼。伊咧体内产生的，啊，伊佫足安尼足很急躁啦，足傻的，因为我足不安定，足不安定，我要互家己安定嘛，所以一定爱去抢嘛吼。啊，伊爱抢就爱抢这氢原子嘛，咱大家讲是爱抢氢原子，伊去倒抢，伊伫咱身躯内底产生，一定伫个身躯内底抢。啊！伊要去倒抢，咱来看卖，咱所有的细胞的组织，所以组织内底的成分，哈、哦，咱拢有机化合物成，迄个组成的，啊，动物、植物都是有机物嘛，啊、哦，拢是有机化合物组成嘛，拢是有机化合物组成的嘛，哈、哦，啊，有机化合物呢，它主要就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伊主要迄个组成的元素。碳、氢、氧、碳啦、氢啦、氧气啦，看卖吼，碳是迄个骨架啦吼，骨架。啊，外口拢有氢嘛，氢嘛，一个碳外口都是一粒氢、三粒氢。你看这三粒氢，吼，啊，有诶一粒氢，有诶两粒氢。所以咱身躯内底是毋是吼，到处拢是氢，大概有百分之63%、65%诶氢原子，吼，汉尔侪。所以吼，伊要去倒抢。你看这是啥？这是淀粉嘛，哈，碳水化合物嘛，啊，身体内底咱食的迄个食物内底，哦，
啊，这是蛋白质，啊，这是迄个油脂脂肪。所以是毋是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组织拢有这物件，对不对？所以伊要去倒抢，是毋是四界抢？伊在倒一家三星，伊就倒一家倒抢，四界抢啊！但是咱拄只想看卖，迄、那个水呀、啊，伊是毋是一个氢原子无去啊？去互迄个紫外线给抢走去啊？伊变作自由基，对不对？变作自由基，对不对？即马我身躯内底个。我的这个成分去给氢原子给抢走了后，本来这是相生相对的，是不是变作同款孤单起来啊？所以是不是变作讲伊嘛是变作自由基？本来自由基不是我蛋白质，不是这个淀粉，不是脂肪呢？即摆我给抢去啊，结果我嘛变作自由基呢？哈、哦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自由基的可怕就是可怕在这点，哈、哦，就讲、是、吼、哦，我要抢。啊、哦！我太太走去，我要抢银宝，银宝给我抢去啊！伊啊，伊嘛孤单啊！伊啊抢厝边隔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给我抢去，你又可以抢无？你台湾头一直抢到台湾尾，要台湾会乱无？乱嘛！哈、哦，所以自由基就是安尼吼，造成咱的病嘛吼、哦。啊，伊这就是乱的原因，就是伊一种叫做连锁反应、连锁反应嘛。所以对咱的迄个组织的损害都是安尼，哈、哦，这个毒素，自由基这个毒素引起咱的这个迄、那个健康的问题上大嘛，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安尼有了解无？有了解哈、哦。所以咱即摆了解，爱不爱破病，无想要破病，都爱想办法来对付，哈、哦，对付自由基。你许毒蛇咬到，你会先去掠蛇，还是紧来送病医去清毒？哎呦，这里、个，我输你。你好，毒蛇咬到啊！你先咬蛇哈。啊，咬到等下，对啦对啦，我狗咬人啊，是要人人要咬狗。哦 ，OK， 你一定要先清毒素啦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先生较勇啦，所以无要紧。伊会先去抓，先去抓到，再去病院。啊，我是听讲吼，我抓到抓，我已经跳起啊，我先来。OK， 那、啊、意思讲吼，因为咱这个一寡这个毒物，哈、啊，不管是外感内伤哈，这个毒物在咱身躯底拢产生自由基嘛，哈、啊，咱把自由基给清除掉，是不是哈、啊？咱这个健康都较有保障嘛，哈、啊，对不对哈、啊、？OK， 好来，咱看麦，咱看吼，伊都安尼给咱损害吼。譬如这个细胞膜，哈、哦，咱的油脂和损害去了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蛋白质和损害去了，啊、哦，胆固醇和损害去了，啊，个这一个就是迄、那个，糖分啦，哈、哦，这咱的细胞顶管东西，咱的多糖体哦，啊，啊，咱的假多糖体，其实咱细胞上面都很多，这个就是多糖体，啊、哦，好、哦，啊，你看啊，一个细胞啊，好像讲到东倒西歪，会破病无？会嘛，哈、哦。OK， 好，来，所以咱看嘛，这自由基伤害了咱这个肺哈，本来是一粒一粒安尼碎碎的这个肺哈，即个这是拍个外骨起出，啊，这外骨起出，这粒外骨好啦，啊，其他那黏黏的哈，啊，所以这个氧气哈也带不好，啊，营养分嘛传不好些，啊，啊，这个血液循环嘛败 ，OK， 好，啊，你看来，这就是胆固醇，啊，胆固醇哈、啊、出问题啊啦。哦，出什么问题？变质啦！啊，这是咱的迄个肺内底的迄个血脂肪变质啦，变质啦！啊，这就是有生嘛，因为自由基的关系变质啦，就这当是问题啦，哈、哦！高速公路顶端的迄个车，哈、哦，在时头七八点车足侪，不过逐台车拢是真，拢伊迄个性能拢真好，啊，赛车人拢真守规矩，哈、哦！所以咱这个交通，哈、哦，伊嘛照常还阁真通、真顺啦，哈、哦！啊，早时头十点，迄个时阵啊，吼，高速公路车真少，啊、哦，可是呢，一台车吼，伫个遐抛锚，啊、哦，冻伫遐，啊，还是讲出车祸，后壁这个交通会拍夹无，对嘛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胆固醇，哈、哦，伊个量无重要，啊、哦，当然啦，你若咱个情况，迄个假日吼，迄个高速公路变作停车场，迄当然有问题啦，哈、哦。伤过侪，超过300以上，真正有问题吼。胆固醇，吼、哦、量毋是上重要诶，是有变质无？吼、哦，
交通的迄个车，高速公路车多，唔是上重要，重要是有出事故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、哦，所以主要就是变质嘛，啊、哦，你若无变质啦，吼、哦。你看胆固醇250到280，还阁灯火烧呢，拄下听起来真奇怪。啊，即马大家有安尼初步有了解无？有无？哈、哦，啊，这油分嘛是同款嘛，哈、哦。OK， 好，再来。啊，咱这个吼火呐，这建的时阵吼，建起的时阵就是安尼啦，哈，正常。啊，这就像迄个洗，咱穿迄查某人迄个洗袜啊安尼，哈，啊洗袜啊安尼有安尼网空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内底就是这个火球拢。抓抓在这，啊，这个火就建起了，凝固了，啊，这是很漂亮的正常，吼。可是，若是有自由基的时阵，它就会变成这样白白，这样一块一块，吼，啊，这越多就越严重，吼，啊，咱看看什么情形越严重，你看这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很厉害？很多自由基，吼，啊，这是什么情形？大家看看。好，哎，咱知影有感情的人，伊抵抗力有差无？啊、哦，过敏的人，伊的抵抗力有出问题无？啊、哦，压力的人，抵抗力会差，会容易破病无？啊、哦，你看哈、哦，就是啊，病足重的人，自由基嘛足侪啦哈。啊，负面的情绪的人，哦，严重失眠的人，自由基拢足侪。啊、哦，即我甲患者在治疗，该治疗自由基的时阵啊哈。这个治疗较足少的是，可是因个压力足侪，负面情绪足重的人，伊这自由基就无法度减个足清气的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影响足大个，哈、哦。OK， 来，搁再看，哈、哦。虽然哈，95%的病跟自由基有关系，哈、哦。虽然看嘛，因为自由基对细胞会产生伤害，对我咱有看过嘛，哈、哦。所以咱这个伊这细胞的功能啊失常去，哈、哦，比如说肝细胞足侪。很多细胞都坏去，所以它功能的失常，肝就会破病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破病、哦、OK、哦、啊，这个细胞、哦哦、来来外外都是有损伤去的时候，这个细胞也会凋零，会死亡、哦、像我们刚吃老嘛、哦、那自由基、哦、给我们作用了、哦、啊，很多细胞、哦、都会减少去，因为凋零会死亡，所以、哦、都吃老的会倒退久有没有、哦，只要倒灸嘛，皮肤嘛变较薄起嘛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肝本来遐尼大，啊，即慢慢变较细，咱内脏嘛缩小去呢，唔是讲干呐外口缩小去，迄就是因为这细胞凋零去嘛，哈、哦，好，过来，啊，啊，那个拄爱看迄个叶酸体，吼、哦，迄是咱的细胞的发电厂，啊，发电厂呐歹去，哈、哦，啊，就无力啦，吼、哦，少年吼当100斤，啊，食老可能50斤打袂起啊，哈、哦，对吧，哈、哦，哎，会老化嘛，哈、哦，好、哦。啊，咱的酵素是新陈代谢最重要，哇、哦，会变质啦，变质了后，新陈代谢就失常去啊，哈、哦。好，两百字的变质，这就是咱足济迄个变性的病啦，哈、哦，自体免疫病啦，譬如说红斑性狼疮啦，哈、哦，譬如说有人有迄个硬皮症、弓皮症啦，哈、哦，自体免疫病这足济哈。好、哦、好、哦、，OK， 好了，啊，再来哈，迄、哦那个免疫系统伊那是歹去，伊都紊乱。啊，要紊乱啥啦？那免疫过激，伊就有过敏。啊，啊免疫力较差，抵抗力就歹去。啊，就容易生病。哈、啊，再来，就是 DNA 啦歹去，啊，就产生癌症，啊，甲瘤嘛，对不？啊，这拢是自由基的迄个侵蚀的关系。哈、啊，啊，你看嘛，这是吼咱身躯内底哈，每一天上盖这自由基啦。啊。啊，足侪病吼，甲这自由基的遐关联吼，足大。咱看嘛，癌、啊、哦，肺经硬化、关节炎、过敏，哦，啊，白内障、下骨压力、胃溃疡 ，OK， 感染、细菌、病毒，啊是咱吼、哦、做这个化疗、放疗，哦，糖尿病、食薰，哦，月经来，啊是讲有去迄个乌青经血，哦啊，流血足侪，出血，哦。所以像个中风嘛是啊哈，中风的人，自由基足侪，啊，重病的时候啊，中毒的外伤、当兵、开刀，这拢是哈，迄、那个身体内底自由基拢足侪。所以健康，咱爱健康，爱咱的迄个自然免疫力爱恢复，要怎么样？
那当然了，那很重要的，啊，我们是不是要把自由基要清掉？内底出来垃圾嘛足多，啊，垃圾嘛多吼，啊，出来就臭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爱清垃圾无？爱嘛哈，好啊，自由基因为伊是让我们的组织氧化嘛，所以呢，咱若要扫垃圾用什么东西？啊，用抗氧化剂了哈。哎，啊，什么东西抗氧化剂啊？现在有足侪迄个保健食品啦，哈，拢是抗氧化剂，哈，有无？足侪保健食品，即我应该大家吼，拢对这个保健食品吼，一定袂清楚，吼，可能有人在买，有人在买，有在食，啊，对无？有食的人会当举手无？食这个保健食品，会当举一个手无？有嘛哈？有嘛哈，啊，所以哈，保健食品是哈不陌生啊。为什么哈？为什么讲哎、欸、抗氧化剂？好、哦，为什么那些东西为植物萃取嘛哈、哦？因为植物哈，伊在阳光下嘛哈，在日头下在生长，好啊，日头晒的时阵啊，植物细胞有没有那个有没有水？有水不？有嘛？所以嘛，我也三层自由基嘛哈、哦。啊，上帝讲我袂使吼，这个植物死去啊。所以，伊个细胞内底有足侪足侪迄个抗自由基的这个东西。以前咱改讲合作迄个啊，光营养素，即马哈改换做植化素嘛。所以咱有听过植化素嘛？哈啊，所以吼足侪保健保健食品、保健食品，拢为迄个植物萃取的，对不？对个，哎，这个内底伊个细胞里面啊，植物细胞内底它有很多的迄、那个。植化素，啊吼，上好诶，吼、哦，效果上好诶，我甲抽出来来做迄个抗氧化剂嘛，对不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啊、哦，做保健食品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我们来看了哈，一块买哈，这个，好、哦，很多的保健食品里面，像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维他命 E、维他命 E、维他命 C、花青素、OPC 啊、哦，维他命 B， 还有辅酶啊、哦，像 Q10 这些哈、哦，这些呢。都是哎做抗氧化剂啊，因为什么也这样清自由基？啊，咱自由基爱啥爱清啥，都在清啥？清嘛，啊，清是清原子哦，记得哈，哎、哦，给你，好、哦，不是清离子啊、哦，是清原子。好、哦，啊，你看哈、哦，这些东西啊哈、哦，因为植物跟动物哈，拢是有机化合物，所以呢，因拢有碳、氢、氧嘛哈、哦，所以我们来看是不是哈？哦维他命 E、维他命 C 这些东西，因这个、这些、这个都是很多氢哦。好、啊，阿伯下出来，下出来就乱了，看不清楚。所以哈、哦，你看这里哈、哦，碳旁边有四个架，有四条杠，好、哦，啊，缺两条的自己画两个氢上去，脑子里面自己画，我了解吧？啊、哦，所以它就很多的氢，很多的氢哦，像这个也很多的氢哦，哈、哦，好。所以哈，伊也当氢原子和迄个自由基，所以它当抗氧化剂嘛哈。可是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，那我当下看电视看报纸讲，维他命 E、维他命 C 很好，要多吃。哎、欸，可是怎么突然又讲说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 不能多吃哦，吃多了有害哦。哎、欸，这不听鬼不？有嘛，为什么嘛哈？咱都要想看麦啊，你太太很生气。对吧？你变自由基的嘛哈？你去抢别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氢原子红抢去啊嘛，是不是变自由基？对不对？所以它的这个，它的里面的氢原子红抢去了，它会不会变自由基？所以哈，咱一直在看报纸，一直听电视哈，唔知影讲为什么一时下甲讲好加食，啊一时下甲讲唔好。啊啊！为什么保健品的市场几亿八百亿啊？大家拢食这类保健食品，可是呢，这病也愈去愈侪。为什么？啊、哦！所以伊安尼萃取出来的这些很好的东西，可是呢，它氢原子被抢去了以后，它自己变成自由基嘛？伊自己变成自由基，对它的身体有损害不？有嘛？安尼到底是要安怎？哈、哦？安到底是要安怎？但你来想都转来，哦，咱迄个青菜水果内底细胞内底，一个细胞内底伊个植化素，伊个抗氧化剂，唔是干那一种，
咱的保健食品拢甲抽迄种感觉上好迄种甲抽出来，像维他命 E， 吼、哦，维他命 E 自然界有八种，吼、哦，有八种维他命 E， 咱拢甲抽迄种。啊，为什么爱八种？啊，为什么一个细胞内底人喊你侪种？人迄上帝是我爱咱的，吼、哦，我内底配合好好。安尼配着合一大堆的迄个植化素、抗氧化剂来，对，都是已经解你这个问题哈，对，解你取消去，好，你干那有好处，无这个坏处。除了讲你去污染啦，污染农药啦，污染一挂迄个物件，哈，所以各位啊，咱也想要爱抗氧化剂，为倒来。啊，蔬菜水果，对不对？对啦哈，我们就吃天然的就好嘛。所以有一句广告词讲：“天然的上好，哈、哦，天然的上好。”啊，但是哈、哦，咱有当下自由基实在是太高了，你无够啊，你无可能一天吃一顿啊，吃一顿的青菜啊、果子啊，无可能啊。啊、哦，迄个时阵，请主教咱看遐，迄自由基安尼、安尼、迄个会安尼伤害了这么严重的，迄敢那食青菜规矩无够的，啊、哦，要怎么办？啊、哦，爱食爱食对，爱食对哈、哦，这哈、哦、慢慢啊来去体会啊、哦，自由基要什么，他要你什么，你要吃对，啊、哦，就这样子哈、哦。好，我今天不做人家的广告，我只要说哈、哦，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。可以让家己的迄个健康，家己会当把关啦，哈。好，所以我正好有一本册哈，内底写真清楚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哈也有在卖了哈。啊，各位有兴趣的啊，你可以到我这边去买。啊，基本我这本册哈出版的第二个月哈，来了一位先生，甲挂我的号，接落摕我的册，甲讲我是哈桃园某一个病院大病院的骨科主任。骨科主任，我想，哎、欸，阿切提来啊，哈，唔来是要来搞我安那指，搞我指导一下哈，跟我指教。不，伊甲讲，林医师，我终于看到一本好书，啊，所以我想应该是值得推荐啦，哈。啊，我这本册啊，哈，和医生讲好书，我无欢喜，了解吧，哈，嘿，我唔是，我尽量要写较简单，和大家拢看清楚。啊！我写这本书，不是跟你讲我医生足够，你来找医生，不是，因为我讲你，啊，你是轻度高手，希望咱80%以上的这个病的健康，家己哈会当把关把关，啊，剩的医生只是做帮衬你、帮助你的角色而已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继续看落去哈，所以咱的健康指导啦哈。除了要去穿那衣服以外，我是妈妈，我很会拼出来，可是我那个女儿只一直跟我说，我怎么拼也拼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不是要垃圾减量？是吗？好、啊，那怎么减量？第一个我们看，第一个就是咱吃的东西，你越清楚空气啦、水啦，越清楚越好。好，啊好，这个你要抹在身躯的哈，迄个洗的抹的啥哈，嘛尽量莫有化学的如何，安尼好无？所以这个中间哈，有一个代志足重要，环保，环保，好无？环保很重要，啊，这环保哈，爱靠咱大家爱共个来做，咱才有清洁物件通食，啊，清洁水通啉，清洁的空气通吸，好无哈？这点是大家人的责任啦，吼，共同的责任吼。再来一个，吼，这个内伤，咱都讲内伤动物嘛，吼。伊三星也是自由基上较侪，啊，因为呢，伊是咱健康的土石流啦，吼，上影响上大是这个，吼，伊是咱猝死的原因。所以咱都讲吼，这位先生说得好，伊讲安怎？快乐哈、哦，他说的真好。好，那我们看哦，所以这个富民的金属啊哈，加、哦，啊、哦，对咱的迄个身体影响就大哈、哦。咱都要讲说七情内伤嘛哈，啊、哦，喜怒悲思忧惊恐啊、哦，这哈、哦、会伤这么啊、
伤咱的这个、迄个，吼、哦，我们的那个迄、那个内脏哈。啊，你讲哎、欸，啊，死啊都欢欢喜喜，我想到那伤心。哎、欸，听家己嘛是笑死的，哈、哦！你拍麻将哈，拍麻将主翁也猝死哈，迄、哦、个大喜了哈、哦，这不是乐极生悲吗？哈、哦，那是大喜哈。按照说，像这大怒伤肝哈、哦，可是瓜哈、哦，在中医来讲，它是属木，木喜调达，要通畅哈、哦，要舒畅，所以别再问，哈、哦，别再问，问一对瓜的伤害就大了。所以有怒气啊，哈，还是要发，啊，啊，不是讲该就，哎呀，大怒还得该刚刚学完给那个不好，有怒气要发，要怎么发？哎，你去对着大海发，到山上去对着树发，不要对着人发，啊，你有了解不？啊，因为对着人发，人是互动的哦，啊啊，你搞我生气，我咪搞你生气，那更糟糕，啊，对大海，大海会把你这个怒气的能量也给吸吸，哎，吸收掉。哦、好不好？啊、哦、啊、哦！啊，你看，还林黛玉哈、哦，悲悲悠悠的，所以她肺不好嘛，哈、哦，哎，好、哦。那另外素痛哈、哦，这里素问啊，举痛篇以几故为叫百病生于气也。哦，这气不是讲气血的气哈、哦，这气就是怒气啦、嫌气啦、闷气啦，哦，这些负面的情绪。所以呢，负面的情绪呢都要讲嘛，三情自由基就追嘛，对不对哈？哦好、哦，就是这些了哈、哦，怒气、怨气、嫌气、闷气、戾气、丧气，啊、哦，这些拢是负面的这个精神啊、哦，这个影响上大哈、哦。再来，所以咱哈爱做环保，内在环保很重要，要扫除心灵的垃圾，跟心灵的垃圾要给清好掉哈、哦。所以咱来看哈、哦，垃圾要清掉对咱有什么好处？这样哈，日本这个筑波大学哈。哦村上和雄教授一共了哈，基因会随着人的想法而改变，你的想法来改变你的基因，哈，你的想法来改变你的基因，所以哈，基因改变有生癌无哈，会生癌嘛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癌跟咱的这个心情物质关系足大诶，哈，有一个医生叫做许达夫，迄是一个哈，迄、那个。脑神经外科医生，伊家己有大肠癌，开刀了后做化疗，三个月佫发作。后来伊讲我袂佫开刀，袂佫做化疗啊，哈、哦！伊改变伊的方式，哈、哦，改变的方式以后，伊嘛写册帮咱救济癌的患者。记者甲问：你帮忙遐尼济患者，什么患者是你帮忙袂到的？伊讲不肯转念的人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好、哦，唔专念嘛，也心情无要改好，无要改变的人嘛。所以这个村上和雄讲，你的想法改变，所以你的想法若想歹的，你有可能得癌；你若想好的，你癌有可能好哦，哈、哦，有可能好哦，哦。啊，你若想歹的，你会破病；你想好的，你快乐哦，哈、哦，快乐哦，哈、哦，你的病有可能会好哦，有可能无？有哈，有信心无？有啊，爱有信心嘛哈。哎、欸，是嘞是嘞，头前嘿哈，主要就是讲这嘛哈，因为这嘛是你的迄个情绪嘛。哦，啊，你为什么有这情绪呢？这情绪嘛，跟你的想法有关系嘛，跟你的信仰有关系啊。你的想，你的思想，咱的情绪是跟咱的思想哈。念做伙的，你安怎想，你就有安怎的思想。啊、哦，这点恁大家等于体会看卖哈、哦。以后咱有机会，咱过来讲这点哈、哦。OK， 咱这个健康法则，赛斯有一句话，伊讲啥？来，咱人天生本来就是健康的嘛。迄囡仔生出来的时阵，那有啥物啥物糖尿病，啥物迄个高血压？无嘛哈，咱每一个人哈，有当下细菌啦，是为甚物讲啊感冒啦、漏塞啦哈，这是无影响咱的这个迄、那个自然痊愈力，所以咱也好起的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啊，咱天生吼本身就袂使有迄款的慢性病，所以咱天生就健康的哦。哈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啊，咱身体有了不起的这个疗愈的力量，家己也好啦，有病家己也好，哈。所以医生真的不好，
医生做三十几年，尾后才感觉讲阿妈无效。啊，嗨，迄是吼反正家己好诶，医生只是帮忙而已，哈，帮忙而已。所以爱好，恁去找医生，哈，要若要找医生讲吼，医生甲你定治病，迄唔对，那个力量你交给医生，疗愈力交给医生，唔对，疗愈力要拿回来给自己，请医师帮忙我恢复我的自然痊愈力。就像我刚刚拄啊头前迄、那个，迄引流迄个有无？代把那个哈，迄、那个自发炎物质把引流代谢掉，迄嘛是讲迄我甲你帮忙，把这些物件吼，互伊迄个代谢掉去了哦。啊，你的自然痊愈力恢复，迄是我医生甲你帮忙尔。啊、哦，好，是因为你家己好，啊、哦，从拢是你家己好起来，好、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好、哦、，OK， 这点足重要哈、哦，再来。身体是咱心灵的一物件，这就是迄个村上和尚伊讲的啊、哦。咱的基因会受咱的这个想法改变啊、哦，所以咱的想法会引起咱的病。咱的心灵的想法啊、哦，咱身体是咱心灵的一物件哦。啊、哦，你安怎想？你足负面的，逐天拢是咧浸伫安尼乌烟瘴气迄款的迄个心情中间，你有准嘛？你袂快乐嘛？你愤怒嘛？哦，你失望嘛？这让你破病无？啊、哦，所以有病的人，有糖尿病的人，有高血压的人，恁去想，我什么原因让我破病？啊、哦，譬如讲高血压，伊血压为什么升高？咱什么情形下血压上会高？迄边的哈、哦，我厝哈起火着，迄个火烧啊，火烧厝啊。啊，内底吼有一个保险箱，内底有足重要物件。啊，我阁有一个十克拉的十克拉的钻戒，钻戒是迄个碳哦，是碳组成的哦。迄火一个烧一定无去的，我有急无？足急的吼，迄个时阵有急无？会急无？啊，急的时阵哦，迄个保险箱一个普通按两个啊三个人才扛会掉的哈，才扛会走的。迄个时阵我家己总入去，家己给摸出来。这款故事我听过无？慢嘛吼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足急，我的肾上腺素啊吼，突然间哦，伊就分泌足侪，互你的血足大降诶，吼，血足大降诶，吼啊，所以吼，咱普通时呐是足急性诶，普通时我都吼，我肾上腺素都一直安尼足侪分泌诶，吼，所以我的血啊本来普通时都安尼个对个，较会清管，清管过去了，我迄个血筋是不是都爱搁较硬去啊？哦、所以高血压的人、哦、你看卖，伊常常拢足急性诶，啊、哦，物件做代志拢足急性诶。有当时啊，毋是咧急外口诶代志，内底代志造成心肝底造成急，急足侪项代志，更个心腹底。我常常咧笑许患者讲，你着往来西瓜，把它连不掉一大堆伫身躯，啊、哦，敢若想讲往来要哪处理西瓜，要哪切啊，连不要哪说，啊、哦，啊，啊你安尼，逐项拢伫烦恼遐代志，你。难怪你迄个血压会高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好嘞，咱阁继续讲落去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咱内在的心灵是创造外在的世界，外在的世界包括咱的心、咱的身体，是咱的心灵所创造出来。哦，啊个咱要成功，啊、哦，咱有一本册叫做《秘密》有无？秘密知影嘛？我家这个屋头讲，我爱。我爱一间水的厝，哈、哦！我爱一个水母，哎、欸，我爱啥？哎、欸，你若爱久，像一个囡仔有无？那个报纸顶的，含妈妈去人那个证券行嘛，哈、哦！啊，以后有一个张子，逐天去解帮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，有无？啊，结果呢，伊去签到那个200万，有没有？有无？那个囡仔逐天哎呀，他很强烈啊！秘密就是安尼哦，我爱我甲宇宙发这个能量出，我要我要我要，你就要了。哎，啊，细汉的时候，我阿妈讲，唔通安惊东惊西啦，串惊串掉啦，对不？我干那惊讲，我出门唔在跋倒无，出门会跋倒无，逐天拢在烦恼，出门会跋倒无？借问诶，有一天你会跋倒无？哎，对不哈？所以哈，咱这你内在的心灵也创造外在的世界哈，啊。来，所以咱的健康，迄支锁匙伫咧倒，
拄只这先生讲对了哈，爱与快乐哈，心中存着爱，甲快乐，哈，这支锁匙会当打开咱的这个健康迄个门，哈，好不好？好，爱有信念啦哈，唔通今仔日听听，等起袂记得呀，哈，好，好来，哎，我都袂快乐是袂安怎啦？我都无法度快乐嘛，啊，但是哈，这个六祖慧能哈，六祖有一句话，伊讲。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个迄个山洞都啊几千年也无人入去，安尼内底暗飕飕。哎啊，今仔我要来遐探险嘛吼，我要入去，我一个灯举起来，迄几个山洞就都光起来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你要快乐吼，一时间啦。你要好快乐，你一时间好快乐，吼、哦。迄当然你来人这个，啊，你来感觉快乐，你都袂迄个物质的迄个负面的情绪吼，你都袂。都袂记起来吼，譬如讲，今日这位先生因只真够讲笑亏，啊，讲到吼，大家安尼笑到咱巴肚，笑到咱目油，吼，啊，你这笑的迄个中间，你会记得讲啊，我昨日了吼，迄股票吼了300万，啊，我涨10万，迄个中间你笑到哈，笑到安尼嘻嘻叫的时阵，你会记得涨昨日遐代志无？暂时会忘记了哈，暂时也别记得嘛哈。可是我们这个快乐哈，不要暂时，唔通一时快乐，咱好一直快乐，好不好？不要一时快乐，而是一直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哦，因为那个快乐是想法观念，啊，情绪是从你的观念来的，好，好，所以哈，另外呢，就是爱是一切哈。爱什么？不是就去爱我的爱人，也要爱自己啊、哦！爱家己，爱宇宙所有的这类生物啊、哦！爱宇宙的全世界，我嘛爱去吃我今仔中昼咱去吃饭看到鸡吧，我嘛爱这块鸡吧，爱这只鸡吧，迄只鸡啊，我也感恩啊、哦，感恩，感激这只鸡啊，多谢你给我吃啊！哦好，我爱伊啊！我因为爱这个鸡啊，我因为爱这个迄、那个啊，牛吧鸡吧哈，所以我在饲因的时阵，我应该嘛爱爱因对唔对？好、哦，我唔通安尼一个迄个鸡人内底本来会当饲10只鸡啊，你家煎100只落去，一百只鸡啊煎点遐，你就不得不爱用抗生素，惊伊破病嘛。哦、啊，用啊，要好搁较紧的，都搁好迄瘦肉精啦，什么激素啦，哈、哦。以前哈、哦，咱都爱饲8到9个月的鸡啊，起码你4礼拜都要出来吃。哦，迄个鸡啊会快乐无？迄鸡啊未快乐，咱人都未快乐啦，对不？哦，啊，住伫遐吼，啊，我鸡啊会着鸡瘟无？会着鸡疾无？会嘛？哦，啊！你若鸡啊，着鸡仔，啊，伊着一挂鸡瘟，都带来互咱人嘛，什么 H7N9，哈，这个问题都会发生嘛，哈、哦。所以哈、哦，咱爱，哈、哦，毋是对咱家对别人爱，爱家己，哈、哦，爱家己就哈、哦、就为人爱这个世界，哈、哦。啊，今仔吼，咱嘛爱快乐嘛，哈、哦。OK， 啊，咱今仔来遮，我感觉我嘛。很欢喜的，因为咱大家来这上课，也是存一心的爱，爱啥？爱台湾，爱咱的子儿啊，爱咱的后代子孙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基本上，咱已经有这个爱，所以咱的健康已经加分啦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。好啊，再来就是讲吼，咱吼尽量吼，卖抱怨啦，哈，卖抱怨，比如卖批评，卖指责，卖去挑毛病。因为你安尼的心吼，大家都袂快乐嘛，吼、哦，而且吼，这个抱怨、批评、指责、挑毛病，有当下唔是对别人呢，有介济人是对家己呢，吼、哦，对家己嘛批评家己讲，我那哈尼无好啦，吼、哦，啊、哦，我那哈尼差啦，啊，别人拢安那第一名，我是安那上尾名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对家己有批判，这嘛是唔好，吼、哦，咱爱鼓励家己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爱。多去欣赏，哈，欣赏别人，欣赏家己，欣赏这个大自然，哦，啊，咱有一个悲悯的心，哈，悲悯的心，啊，尽量去赞叹，啊，甲鼓励，鼓励别人，鼓励家己，
啊，今仔我坐踮遮来参加这个初级班的这个训练，训练啊，家己家己赞叹，哎，我那哈尼高，啊啊，我那哈尼有这个觉知觉醒，啊，对吧哈、啊？来赞叹家己，阿罗家己嘛，阿罗别人，啊，哎，我今麦讲到遮，我感觉我加足快乐的，各位有无？有嘛哈？心肝嘛真快乐嘛哈。OK， 哦，啊，搁一个是，咱无爱卖强求啦，哈，啊，感恩，哈，啊，食迄个鸡肉，咱嘛个感恩嘛，哈，这污浊咱个感恩，哈，别人家做什么代志，我个感恩，啊，家己家己做什么好代志，我嘛感恩家己啊，哈，好吧，哈，快写字哈，好，等等哈，你话你说哈，人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哈，所有代志会好自然。啊，再是暗时哈，早困，再是到早起来啊。大自然，大自然的能量啊，暗时再为透早开始慢慢啊管起来啊。啊，你中昼慢慢啊落去啊。啊，咱咧困的时能量较低，咧作息的时能量较悬啊。咱的迄个作息哈，加上有大自然合一，咱的身体上好。中昼因为迄个能量太强。咱就休困一下，哦，来避开那个强的能量，哦，好不好？哦，一切啊，哦，咱也回归自然，像拄只咱讲，哎，食迄个食物嘛，哈，哦，天然的上好对不？哈，哦，还有种自然嘛，啊，哦，回归自然，好，好来，我们哈，好，家己快乐，也带给别人快乐。啊，其实，咱人跟人中间是互动的，对吧？我给你快乐，你也会回馈快乐给我，对吗？哦，所以说我带给大家快乐，大家也要回馈这个快乐给我啊，哦。所以在任何时候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我对着人家很开心，人家也会开心对回来给我，啊，哦，好不好？哈，哦，OK， 好。对不起哈，那另外好来推荐哈这本册啦哈，这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哈，啊因就了不起把迄个水啊哈，咱知咱的雪花有无？雪花六角形的哈啊，然后每一片雪花无同款啦，你来注意去看拢无同款啊，啊那伊将迄个水啊，可以结起来了啊，该用特殊的仪器给切片啊，直接显微镜也给他看啊，啊这个水哈无同。无同款的这个条件的水，伊迄个结晶不一样哈。咱来看哈，看这个水，好，我若讲吼，这个水先看，先看这个字条，字条顶关写爱、感谢，哦，伊这结晶就水的呢吼，哦，伊迄个结晶体很漂亮，啊，这日文哈，写日文的谢谢。哦，它是这个样的结晶，法文的是这样子的，韩文是这样子。意思讲吼，我这个水，我哪好看，这个字条写谢谢，好，哦，啊，伊这个结晶哇，足水的哈，哦，啊，这个哈，哦，这个可你若好看这个迄，那个照片哈，哦，照片就是看风景照，哦，啊，这是落基山脉，哦，啊，这个这样子的结晶都很漂亮哦，富士山，哦，热带草原，哦，足水的。啊，你若好这个水哈，好，哦，这个水看。听音乐了哈，它有不同的表现哦。譬如讲，猫王它有个伤心酒店哦，哎，这个心嘛，这叫做 heartbreak 嘛，心碎去呀。所以一看，一这么看见，那就只要心碎去，迄个款哦，哈。啊，这披头士的迄个哦，昨日哈，它这个哈也是很漂亮的这个样子哈。还有很多的音乐不同的啊，我这张特别落去哈，就举几个例子了哈。啊，这里哈看讲写一个天使好看，啊，啊，佮写一个恶魔好看，哦，伊无同款哦。啊，你讲妈讲，你混账，哈，啊，混球，哈，啊，妈讲你这个你傻瓜了，哈，啊，这个骂他说，这火冒三丈了，哈，啊，有很生气了，你看这个水的样子，哈，啊，也不成形呢，就坏呢，啊，啊，你若讲，心情若足好的时阵，咱的这个。迄，那个结晶就会足好个哦，我了解吧哈，我快乐啊，这得
伊咧回的迄个结晶咧足水，即吼有人迄个小学个老师啊，吼有人用诶，互囡仔做迄个实验啦，吼伊甲迄个饭啊，吼已经煮起来饭，啊下点两个杯子里边，吼啊一个每天跟他甲伊讲，吼这诶甲称赞嘿，哎对对，啊一个甲骂，啊对对吼，啊就发霉了吧吼。哎，这是拢安尼，真正咱科学实验安尼做出来啊，哈，好，啊，所以你看卖嘛，哈，咱怎样？像这个，我们最大的疗愈力量，上大这个疗愈的这个力量在倒，在咱内心，在咱内心哈。我以后嘛希望讲哈，有啥人有兴趣，咱大家哈，我带大家，咱用这内心的力量来治疗家己，治疗家己亲人，治疗咱台湾，好不？好好，哇，安尼足欢喜的，好 ，OK， 啊，咱吼细胞吼70%的水嘛，对不？啊，你是吼，你要安怎对待你的细胞？哦，多喝水。你刚刚没有讲到我们的疗愈力量跌倒，你要安怎去改？是要改清赞，还是要改咩？要改恶乐？哦，哦。哈，你要安尼用怨恨啦、愤怒啦、忧伤啦、郁闷，哈，还是讲这个苦怕哈？安尼这样安尼的心情哈，来给每这个水，哈水哈，无法度有水的这个结晶出来哈。啊，伊咪买诶这个激发上解毒的这个自由基嘛哈，水会变作这个自由基上毒哈。啊，是讲，哈，伊会直接去伤害咱的细胞嘛哈。那个一张奈未出来，哦，伫遮吼 ，OK， 好，啊，就是讲你吼，要用爱，啊，咱心中充满爱，充满爱，对家己爱，对别人爱，啊，对台湾爱，对世界爱，对这宇宙大自然的爱，啊，啊，甲感恩快乐的情绪，好水哈，变成有这个美丽诶结晶的潜能的水。当然咱的细胞来水袂使好结晶起来了吼，可是呢有这个潜能，伊就欢喜的水吼，好咱这个细胞已经欢喜、真快乐、有活力，这是咱的选择哦。啊，这足清楚，你要选倒一个啊 ？OK， 所以咱看卖，咱要健康，咱都要讲过，这个细胞哈，伊都爱完整嘛，对不对？啊？迄、那个加减法，互细胞完整吼、哦。再来就是咱这个心灵，伊这个能量，一旦正常来释放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咱这个细胞伊的功能都正常的发挥出来，吼、哦，安尼咱的健康是不是都有保障？安尼我讲，咱一旦过一个无破病的生活，会够无？会无？所以健康家己有把握无？有哈，哎，唔通我今仔讲，今仔知影，明仔载都袂记得呀。哈，啊，咱快乐哈，拄仔先生讲对，快乐，唔通一时快乐，爱安怎？逐天快乐，一直快乐，我乐家己，我乐别人，哈，互别人快乐，我家己快乐，哈。好，啊，阿玲若有兴趣哈，别，啊，我即马还过两分钟。两分钟吼，我甲大家吼讲一个，讲咱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态度啦，吼，哈。第一，说咱那要食饭啊，吼，咱食饭要安那食？有的人八点钟去食饱，有的人吼十分钟都个食饱，吼。嘿，啊，咱常常在讲嘛，哈，细嚼反咽，慢慢啊剥，慢慢啊吞，啊，一摆剥30下。好，啊，阮自然医学啦，都有讲，你若一摆该剥200下。爱癌会好去呢，哈、哦，啊，你知影这個意思无？哈、哦，等下，把咱的迄个消化第一关是伫个嘴，唔是伫胃，消化的哈，唔、哦、是伫胃，尤其迄个淀粉啊，哈、哦，伊要消化是伫遮，胃了后，以后是对蛋白质加脂肪啊、哦、比较消化的比较会彻底，好、哦，那个淀粉是伫遮。哦，啊！你要安尼补200下，那有可能啊？哈、哦！可是呢，你若甲每一嘴
饭食物，伫嘴内底个包包甲像像水安尼这样吞，安尼都 OK， 好、哦，好，慢慢啊包，慢慢啊包，好、哦，所以哈、哦，啊，个一个就是讲哈，咱来作息嘛哈，啊，咱作息。上好是少量多餐了，少量多餐，然后这个假哈啊，作息的部分就是哈，用分段式睡眠。分段式睡眠就是讲哈，比如中昼还是暗头啊，咱小休困一下，因为咱脑哈在想代志，啊，脑在用的时阵，它也有废物啊，啊，有废物也爱排嘛哈，啊，这个在休息的时候，废物会排出来，会代谢排除掉。啊，咱咧休困，啊，一天长落落，啊，若中间来小休困者，好咱脑内底废物把它排出去，所以分段式睡眠会比较好，哈、哦。啊，当然还有快乐。所以呢，以前我拢有一个迄个口号啦，哈。现在我们来呼一下口号，哈、哦。什么口号？就是讲哈，咱得一直包包包，摇摇摇，哈，包包包，包死癌细胞。哎，咱笑笑笑，笑死癌细胞。好不好？好来，拢口号喊三遍。好来，包包包，包死癌细胞，笑笑笑，笑死癌细胞。第二遍，来，包包包，包死癌细胞，笑笑笑，笑死癌细胞。搁一遍，包包包。包死癌细胞，笑笑笑，笑死癌细胞。癌细胞笑会死，包会死。咱其他的病安尼会好无？哎、欸、哈、哦，好，我今仔讲到这，谢谢。各位好，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，啊，楼卡一楼用餐，谢谢。